老师不老了呀？是啊，知道老就好。你是不嫌我老？多吃点吧，补充一下营养。说起来也挺逗的，咱俩是两个世界，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咱俩怎么就凑一块儿？可能看上我外表吧。你这个理由倒是很充分。嗯，你说以你的颜值和头脑，你要来干销售，估计也是一把好手啊。谢了啊，我可不想像你这么累，忙得连饭都吃不上。也是，那你就想干一辈子厨子？哎，当厨子怎么不好了啊？人生这么短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，不挺好的吗？哎呀，这个想法听上去很美，但很不切实际啊。不过你要真能做到，也算有智慧啊。嗯，像我这样的俗人，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，为了养家糊口，努力赚钱。姐，你缺钱吗？叫仙女。仙女，你现在做的已经不只是养家糊口了，何必为了钱放弃你的生活？我为了梦想。哇，什么梦想啊？躺在一堆钱上数钱，好无聊啊！好有趣啊！有钱人也是有有钱人的烦恼的。对我来讲，钱可比男朋友更能给我带来安全感。嗯，人啊，还是要活在当下，开心最重要。你这么说啊，是因为你没穷过？